那个老不对，不是吃了什么药，非让我嫁给一个从未谋过面的男人。有时天真，有时很邪恶，对你耍狠就是舍不得。他是来找我的吗？这个人怎么还不来啊？不得不说你长得真的很好看，你插翅也难飞了。真是太帅了。你有本事上天入地，我只有本事找到你。你就这么欺负一个女孩子？你这小子，你受伤了？你偷看我干嘛？你要看的是大大方方的看，我喜欢你看我。难道他在睡觉？靠得再近再贴，少了拥抱就算太远。肯定是被我身材迷倒。我跟定你了，我要定你了，我已经跟定你了。如果你拒绝我的话，你就是王八蛋。你亲我，那你就要对我负责。喂，你真的愿意娶我？疼疼疼，你轻点。别动，老实点。顾远真要结婚了，少爷。我就想遛个弯儿。没有人问过我的意见，还怪我？都是外公定的，非让我嫁给一个从未谋过面的男人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你还敢顶嘴？这婚你是结定了。小姐，门口有人要硬闯，那把他轰出去不就行了？有什么大惊小怪啊？可是门外那个人自称是咱们未来的姑爷。啊？这就是我们的少当家。你还有个妹妹啊？不得不说，你长得真的很好。是担心我长得丑，故意来打探我的不成？好吧，本小姐就给你一点提示。你别过来！找死他！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我的女儿。报纸上说，他上了来南京火车，好像是来找你了。找我？魅力太大，以后得收着点。虽然这段时间你一直对我不冷不热的，不过我知道这是套路。你欲拒还迎吗？被我说中了吧？疯了！行了，别装了。我生病了，我喝粥。你给我买。小心烫啊，奶奶。这么开心啊？啦啦啦！可是他是我隐形月看上的人，不管他是军阀还是普通人，我绝不后悔。好看，也好看。你是我的未婚夫，跟你睡一间有什么不可以吗？小姐。我叫夫人。